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伟伟的实况。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这叫什么点击泰坦，就是不停的疯狂点。我已经玩了蛮久了，开始推面夜师比赛开始。一直这样点，点点点点点，这个是你的人物主角，可以升级。我建议可以先把主角升到100等之后再那个召唤人物，因为我是习惯这样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？呵呵，我就习惯先冲到100等。长按的话，先冲到十级。我再演示一个东西给大家看，看，现在还没有，那要等一下再演示给大家看喽。稍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我回来了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？我刚距离这里就走。几分钟而已，就这样慢慢点，一直点，点到你手酸为止。休息。这必杀技，这是人物召唤他，可以升的，这样升。如果你手累，可以像小兵打；如果你要升级他，打的会比较快。跟还会比较痛，这样这里是个任务奖励，点这个就可以领取奖励了。这有一些道具，不过都要买。如果有时候点到这个，你就给他直接点。我钱多少可以加10。可以直接打死他，打这个手很酸。如果我有哪里错的话，可以跟我讲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一直点，然后再挂为止。那我们就下次再玩这款游戏哦。那我现在有可能还会再录，有可能再还会录下一集，那就请各位期待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